开始。关你在吗？对，我们今天要讲什么？我们要不要先把我们官方的新活动讲一讲？其实我有点犹豫耶，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集还是再实战一下好了。我这次可以聊吗？为什么他卡卡要打英文呢？什么？那不管这么多了。好多元宝。绝对宝箱啊。要讲节日礼包还是讲节日宝箱？先来给你们介绍这个好了。节日宝箱，就可以在这边捐一下。那你有这个捐献值，然后到达相对应的目标的时候，它就有一些奖励啊，像是什么愈合石、玉石石值。节日红包，它是有些礼包啊，花好月圆怎么变这么热门的一个用词啊？每个游戏都要花好月圆一下，是不是？万元碎片好红哦。然后打一下 PV 给你们乒乓姐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因为我打不赢啊。可是主线好像还可以继续吧，把主线给弄一弄看看。关里在吗？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这边可以调那个游戏画质。这根本是噪音。你这边就可以来扫荡一下。OK。然后你也可以练其他角色。像我们现在已经都练满了。对对对，继续扫。好想跟他们 PK 看看啊。为什么有人私聊我？好了好了，先到这里。这个可以随便抽了。哇，61等就有图腾了，好期待。还有什么要讲的吗？